捺的写法，以人的一捺为例，你方起笔向右下方运笔，行笔时边行边加重下按，使笔锋铺开，收笔时笔锋上提，同时调整笔锋，顺势捺出，最后笔锋收聚，成尖收笔离止。捺画的变化有弧捺、短捺，起笔、运笔、收笔的方法基本相同，所不同的是运行的方向和长短。平捺，平捺的运笔方法是捺法的基本笔法，只是运笔倾斜的角度更大。反捺，反捺的写法和点画比较相近。点的写法，以太字下的一点为例，在点画的左侧逆风起笔，顺势向右下按，下按时运笔要果断，调整笔锋后轻提回锋收笔。点的变化，长点，垂点。